对，他本来头会重，痛，头很重，痛跟重，嘿，他本来一直在想说他里面是不是有长东西，就是很不舒服。然后上个礼拜回去啊，就跟我说，哎，我的头不见了。我说怎么会头？对，就是本来一直感觉他的头有重有痛，会感觉到他的头，现在是都感觉不到他的头。对，所以他很舒服。然后他的那个眉眼这边呢、啊，本来是那种有一点皱在一起的那种感觉，没办法开。然后他现在眼睛可以真的很开，他很开心，他好爱啊。你不要谢谢我，谢谢你。对，一谢谢你数学教得好。没有，是谢谢你数学教得好，二要谢谢研发出睡帽。睡帽是我经历过很多个阶段研发出来的，就刚开始。